做的社福很圆满的成功。同时，我要感谢我们42届的江主席，跟我们会长同学们的指导与爱护。我要再特别感谢的是我们我的财运，我们的秘书长涂宏生，还有财务长陈慧娟，还有卷西大会长，还有会长夫人。洪生跟慧娟这一两来的支持，他们默默的付出，还有就是出钱出力，协助我很多的会务，让我们的会务推得很顺畅。那更加感谢就是我们的黄家慧会长夫人哈，因为他这一次帮我们做了这个 LED 的字幕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所要用纸本的东西，他都用在这个电子手册上面，让我们可以节能减碳。我们的公托的部分呢，今年度也是获得了我们的最杰出的公托的奖项。我们是不是再次给我们的苏花会长一个最热情的掌声，感谢他？全新北市到底多少书我不知道，但是光文林国小大概就有3-4千本。那这个数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庞大哈。公共托育中心啊，这个是长效期的服务，非常辛苦的，这校长最清楚啊，表达敬佩啊。我们的核心价值就他签好好的为我们书发会长说声谢谢之外，我要报告他的这次的得奖，他没有胜算，这就是涂宏生，给涂宏生一个掌声好了。黄慧娟，大树林会一定发光发亮，相不相信？各位看他的头就知道了。跨年桃的舞蹈啊，不够跟我来喊，两位歌手。大树林会来帮我们颁发的是社会。